看时间，现在时候也不早了。每年到这个时候，跟很多人一样，一个人在外下雪的时候，我总是特别想家。每当我想家的时候，我就会看看这个碗。这个碗很像我小时候吃饭的第一个碗，家的温暖就像是一碗香香热热的米饭。今晚邀请赛，很多地方都在下雪，不管你是在哪边打拼的孩子，此时此刻你们的心，大家的心都在一件事情上面，也就是回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新义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猴年行大运，除夕夜月圆人团圆。哦，除夕夜天上面有月亮是不是？